大姐，大哥，340，身上。好了，340，给340。你的腰还呀，快点的。哎，蒸蛋，排骨没剁呢。排骨，排骨。哎，排骨还没剁呢。好的，排骨。排骨完了。没有，没有。腰了吗？啊，没腰呢吧？八叔，你来套个袋儿的，腰的130的。130，对。 这个给我小小孩了啊！哎，这个太完了。好，谢谢。在这角落120的。啊。这骨头有人要了吗？没要，没要我要。好嘞。
多好啊，小脖子不就这么点儿、啊。我要恩布拉嘎肉的。行，我这姐要不了这一块儿吧？要行，要我要都行。大姐103块，给100块。好。行，稍等啊！你要不要这块吧？我要前面包的。啊，那我知道了。我那这多少钱？我要不要先给你少这个，完了再少那个，还一起少？真的都中，随你的。多少钱来着？那是100。这100。100。在这儿呢。我到底这大姨的。我这少多少钱呢？到底啊？少100。少100呀？好，那我先把这少了，省着用。这3块就不要了。大姐，你夸我肉好，我都是不好意思要。是好，我先扫个100。看到肉好了都不好意思想钱了，就不来点肉吧，那肉给我剁了。这我扫过去了啊，100。这个给他当门皮。要这刀啊，赵几斤？不能接住，干啥呀？就来这一刀去。香菇了，酸菜，你拿拿。嗯，没事，这刀不够再踢，行不？再要，这些够不？要不行，忒贵。贵。还要不？这玩意儿给我先给他。啊？这个不要了，不要我这回我给我这大姐了啊。行，这些。嗯。卖这快呀？还行不？啊，姐来了。这家那个我姐过来没？来了，都是血。那没事，我给你摘下去，还修毛衣修管。120的，周末节。大勇赶集去了吧？赶集了。啊，好了，122了，姐留你120啊，再装上。八万的后溜着腰100块钱的。好，那个你这个总共给200，行不？这一家咱都吃了呗？啊，都吃到肠子了，是吧？因为咱买的多，我那这肥就骗一下吧，姐，别忒肥了，换肠子。忒肥不行啊。对，完了老胖。买吗了吗？没买，没买着。真的。照30来斤是吧？这是20多斤，再来10斤吧。这个碗加150。哎，等会啊，好不好？好。440。150的是吧？150。别这灌肠的好，这一点水都没有。是的。啊，不像全熟的灌肠。是。都等着，我都冻脚了。马上就整了，别着急，别说那个的，连这个都给你拿下去。扫过去，扫过去了。我走了。哎。不吃别的了吧？不要别的。不要别的。啊，对。哎，稍等啊。完了啊。啊，又给了。受不了。有的都是要派的。啊，要派，蹲着吃。行，就不吃这肉。好不，妹子。多花点钱去。中国这些啊，100一的中国，就150，就一百五。你就改200吧，208。这我净说实的啊，看着没有？少留少留的，咱有人情啊。这话挺好，来多少？200。行，那都拿多好啊。蹲不下呀？蹲不下呀？这肉多好。留200得了，差几块了。中国结。搁这儿了。哦。给50。哎，那瘦吗？瘦不是，咱炒菜爆笑都行。嗯，110。多10块钱中吗？这块挺好。就这些了。最后一块儿。哎呀，这京都卖完了。啊，京都卖完了。咋没呢？嗯，没招呼你肉。多少斤的肉啊？这肉13。正好。小玉，这个装上。有，有是有，这块肉够30多斤。收摊了，咱又该没了。
做广告的时候，哦，这么好，我都应该拿着就走，我跟你说，是吧？应该啊，应该的吧？应该应该。拿完了也不用要，拿着。是呗，好嘛，是吧？行吧，行。这个拉一万，给他拉100的，完剩给你，省他都不要是吧？后边给我整点，这个还整点啊？这个其实这猪就这一丁点儿。你这肉咋卖呀？来个，这肉13，嗯，给他拉100的，嗯，你俩不都差不多是吧？100多了。这肉好不多不了，多不了，不太多了，这肉都不够卖呢，是吧？准不？准，101块，嗯，还让他高兴，多点中不？是，多好啊！你这后边没有，看着吗？这都5号肉了啊，看着吗？都透清。这个，瘦的还要不？啊，不来瘦的了。好，一个200中不？还没了，五花没了，你说5花有，还没1花。好，这多好啊！这200也行，300也肉。我们要我刚才让带大姐走是吗？我没听见是你要真多，200。也挺好，刚拿下来的，这都这猪上的。啥时候有人呢？肥膘给我，啊？你不是我可不想走了，等俩小时。你要那个？好，那个多点去。我要。啊。你给我提点来。没必要，给我。啊。哎，好球，13块。嗯，飞镖归你。哎。好。啊，这是160，但是也不多多些，多不多？20斤左右。20斤。嗯。来。瘦的啊。还不瘦的吗？跟你说瘦的。你呀，妹子。冲你说话都不是吃肥肉人，知道不？所以说这我得添瘦的，给100吧。行了，我回去自己弄下吧。回去自己弄。你买肉不会矫情，咱姐俩说心里话，你不是矫情人。我矫情，这可不算矫情。不定要不定要包那个，这不是那包那个吗？好不，哪有那？都瘦肉。哎，好！玉阳，这都算一家的，啊，哎，瞅着还要不？够不？够不？够了，我都买多些了。一起收款12元。中不？行了吧？要不？这105，再多些。这是115，你说剩下多吗？啊，还有一个。那是100的，多少钱呢？五万，多少钱呢？320吧。那不115吗？啊，对，320是。等钱300。妈呀！哎呀妈！花了600了，他们。来梅花肉，来金桃啊，吃啊，对呀，吃啊。对。我先来了5花，来点金桃肉，顺便吃。真大姐，75。鲜着。好不容易早起起来一趟，看你这买肉来了，我都。妈去，你这点还好不容易啊！哎呦妈呀！好不容易9:30了，好不容易歇歇了。我这休息天把我推懒的起来。收拾吧啊！过去了。要多少？这嘎都拿着中吧。干啥？我偷啊！我让你好不容易起来吗？好不容易起来。3块来个3斤的4斤的啊！4斤啊！有没有啊？哎呀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你搁那个顶水油价给你吧。这是仙桃，仙桃肉，这就是，好不好？那个肥就不长了，这用不着，这没肥。够吧，65斤。5斤呢？13。这一个大红球子来了，没了。又来了。